近年来，地球暖化问题及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超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垃圾产生、山林砍伐、水土失衡，已经使得地球开始生病。气候变异，冰山开始融化，地震、海啸、飓风，越来越多的生物开始慢慢消失，美丽的地球乌烟瘴气。终于，人们开始觉醒，努力地想要挽救地球，环境绿化，资源回收，节能减碳，希望有一天地球能再恢复它本来美丽的样貌。其实在台湾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早就在为这环境地球默默地努力着，每天24小时全年无休处理着每天丢弃的垃圾，维护着环境的品质，并致力于宣导所有可以让环境更美好的政策。他们的工作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到傍晚，我们只要抬头朝树林区外环道往莺歌区方向的道路望去，便可以看到垃圾车鲜黄色的忙碌行走身影。这些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垃圾车，早就已经成为收集家户垃圾的吞吐站。我们每天制造的大量垃圾，当然不会凭空消失。既然如此，垃圾被丢进垃圾车之后，究竟被载到哪里去了呢？只要从山家火车站再往南一点，位在树林区乐山里，远远的就可以看见一根红白相间的大烟囱，是的，它就是树林垃圾焚化厂最显眼的地标，也正是垃圾的终点站，更是为这个地球环境默默努力奉献的无名英雄。树林垃圾焚化厂为新北市3座大型都市垃圾焚化厂之一，坐落在乐山里石灰坑段，现址为中山路3段212号，清末隶属山仔角庄故地，光复后隶属于莺歌区石灰坑，民国35年改隶树林区乐山里。邻近的观光景点有驰名国际的莺歌陶瓷博物馆，年年举办陶艺嘉年华盛会，除了展现台湾的陶瓷文化之外，也提高了地方的国际能见度。另外有鹿角溪人工湿地，不但有助于净化大汉溪的水质，并富有环境教育意义，更是全家人出游休憩的好地点。目前新北市政府整治淡水河系是30年来水质最干净的时候，这样的湿地也发挥了很大的功效。台湾地区的垃圾处理在民国73年以前大多为任意弃置，垃圾处理设施亦极为简陋，不符合卫生品质条件。中央政府自民国73年开始实施都市垃圾处理方案，以掩埋为主，并协助地方政府新建卫生掩埋场。后因掩埋用地取得困难，再加上民众对环境品质的要求日益提升，同时焚化技术也越渐成熟，政府遂于民国80年定出以焚化为主、掩埋为辅的处理主轴，于各县市新建焚化炉，加速垃圾的处理。本厂新建于民国81年，民国84年正式完工启用，面积4.5公顷，系为公有民营厂。目前委托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信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操作营运及管理，监督单位为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另有顾问机构协助监督。主要服务区为树林、莺歌、三峡、新庄、板桥、土城、三重、芦洲、汐止、中和及泰山等地区。
本厂每天可处理约1350公吨的垃圾，相当于197万人口每天所产生的垃圾量。满载垃圾的垃圾车进入了焚化厂以后，需先通过辐射侦测器检查是否夹带放射性物质后再进入地磅。本厂配置有两组精确的地磅设施，一进一出，另有一套完善的电脑工作站，负责所有的称重记录及网络申报。环保局及环保署可透过本系统确实掌握到垃圾进场量以及管制品等申报的情况。请将车子停好，刷新卡。垃圾车经本厂地磅人员进行目测检查，确认车身整洁，车尾覆盖设备紧闭，同时无污水渗漏情形之后，便经由厂区道路进场。进入垃圾倾卸区，由垃圾倾卸口卸下垃圾。此时本厂人员将随同环保局派驻置专责人员做垃圾随机抽样检查，请垃圾车将垃圾倾卸于检查平台上检查，以杜绝非加护垃圾、应分类回收之资源物及不是燃垃圾进场。若发现夹带不得进场废弃物，登记后通知各区队改善，必要时予以退回，情节严重时即刻回报环保局处理。本厂既有12座倾卸闸口，可同时容纳多部垃圾车进行倾倒。垃圾主坑容量为15600立方米，约可储存10000公吨的垃圾。本厂主坑采用先进的密闭式负压设计，主坑内的恶臭空气会由强制抽风机吸入焚化炉内，作为燃烧用空气，控制恶臭不致四处溢散。主坑内的垃圾渗出水则直接喷入炉内燃烧气化，所以也不会有污水溢流的问题。在平台上方还设有除臭设备，使用天然系纯植物性的环境异味中和剂，不但能有效地分解剩余的臭味，也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为了人员安全，在每个坑口皆设有安全带及防坠器，另设置先网作业安全母锁，供操作人员与清洁队员使用，避免人员坠落之危害。由于垃圾是由许多不同物质所组成，因此垃圾性质皆有不同，会使垃圾燃烧后产生之蒸汽品质佳，同时确保废气中污染物排放的稳定性。所以垃圾倾倒入主坑后，吊车人员并会操控吊车抓斗，先将垃圾充分搅拌均匀，同时再次确认没有不是燃的垃圾夹杂其中，然后以吊车一把一把地送进燃烧室焚化。本厂垃圾吊车采悬空行走式设计，共有2部，每部吊车的抓斗一次最大可抓取7公吨的垃圾。吊车可自动投料，也可手动投料，并配备有许多感测仪器，可以侦测出每次抓取的垃圾重量，借以控制垃圾进炉焚化的速度。垃圾被投入进料斗之后，即由进料器推送至炉床内燃烧。本厂设置3座机械混烧式焚化炉，所以有3个投料口。焚化炉采24小时连续运转，每炉每日设计处理量为450公吨，现处理量约为360公吨。炉内的温度必须控制在摄氏850到1050度之间，才能把垃圾做最有效率的焚化，留下最少的灰渣。如果炉温控制不良，
过低的温度将使燃烧不完全，可能会产生很多有毒的物质，造成公害。但如果燃烧温度太高，可能会烧毁炉壁防火砖，减短焚化炉的使用年限，故炉温控制对焚化厂而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焚厂利用气电共生原理回收垃圾燃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热，在垃圾燃烧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温度高达摄氏850度到1050度的废气。焚厂将这些高温废气导入循环式的密闭水墙锅炉，高温废气会将循环水加热成摄氏400度、压力40巴的过热蒸汽。过热蒸汽接着进入叶片式涡轮发电机，推动涡轮机的叶片，进而产生动能来发电。焚厂每日发电量约为44万度，相当于翡翠水库每日发电量的1/5，或等于每日约可供应树林地区10000多户的住户用电。所发出的电力除了工厂内消耗自用之外，剩余电力并入台电公司输配电系统，出售与台电公司，协助纾解国内电力供应不足的困境，同时也是最具体的再生能源案例。当废气的热量以气电共生的方式被充分利用完毕之后，还需要经过一道道严格的处理关卡，才可以从烟囱排放出去。焚厂烟囱高120米，焚体采混凝土灌注而成，颜色为红白相间，以作为航空警示用。外表粗壮，一柱擎天的烟囱，其实里面包覆着3根铁制烟囱管，各炉独立。焚厂采用高效率、高性能的废气处理系统，并且装设连续自动监控设施。环保局及环保署可透过这套监控设施，随时掌握焚厂的废气排放状况。为了有效处理焚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有毒废气，焚厂配置有消石灰及活性炭喷入设备、旋风集成器、喷雾式冷却塔及带滤式集成器。当废气通过这些系统，其中所含的酸性气体、粉尘及有害气体就会被中和、吸附、过滤去除，直到变成干净的气体，完全符合环保法规的排放标准后，才从烟囱排放出去。冷天或雨天时，偶尔可见白色的气体自烟囱飘出，则是对人体无害的水蒸气。焚厂设有废水处理厂，全厂采用零排放设计，除高浓度且具恶臭的垃圾渗出液直接喷入炉内燃烧外，其余各类污水经过妥善处理后全数回收成为厂内再利用水，用作洗车水或制成冷却用水等。不但无废水污染环境之余，同时也节省自来水的用量，同步达到废水零排放与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目标。焚厂除了完善的废气防治设备及废水处理设备外，为维护环境的安宁，焚厂厂房主体使用钢筋混凝土盖成，同时采用密闭式的外墙建筑，可有效阻绝噪音和震动。厂内各大小设备皆选用低噪音机种，以减低运转时所产生的音量。因此，焚厂厂区内外及周界皆符合噪音管制标准。
焚化厂内有关垃圾焚化的过程，包括垃圾收受的情形、炉内燃烧状况、锅炉等各设备的运转、排烟浓度、发电量等等，都是透过中央控制室的技术人员来操控、监视及调整，才能顺利完成所有的焚化工作。所以中控室可说是焚化厂的大脑。本厂中控室配备有先进的分散式数位电脑化控制系统，24小时操控焚化炉运转，因此无论垃圾性质如何变化，都能够维持稳定的燃烧状态。中控室对于连外道路、进场道路、倾泻平台设有即时监控录影系统，透过网络连线可以得知垃圾车辆进场情形。中控室也负责所有仪器的监控与操作，如果有任何异状，中控室内的仪表会立刻显示。另外，全厂火警受信系统及广播系统的主机也设在中控室内，以方便掌控全厂动态。垃圾车卸下垃圾后，循原路缓缓驶离本厂，在离场前会先通过全自动无刷式洗车机，红外线电眼能够自动感应启动，无需人工操作即可喷出水柱，将车轮清洗干净，防止污染道路及周边环境。完成清洗后，垃圾车再次进入地磅完成二次过磅，离开本厂。此时地磅电脑也同步计算出该车的垃圾净重。垃圾经过燃烧，最后成为底渣与飞灰排出。热腾腾的底渣先送进冷却设备降温，再落至输送带上，利用振动的方式让底渣慢慢流动，最后掉落至底渣主坑暂存。本厂配置有两部底渣吊车，负责将冷却后的底渣抓入密闭式的卡车，再送至经政府核可的民间业者处理，做资源化再利用，制成路基材料、土木及配料等有用的物质。从锅炉、旋风集成器、喷雾式冷却塔抓取收集下来的飞灰，和带滤式集成器抓取收集下来的反应灰，则运往飞灰固化处理厂，予以稳定化处理，并经检测合格后，才送往掩埋厂做最终掩埋处置。秉持成长茁壮、创新精进的理念，本厂于民国92年6月，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 ISO 9001品质管理系统及14001环境管理系统的验证。民国97年9月，取得 OHSAS 18001及 TOSHMS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验证，完成四合一验证。民国96年完成环境会计账系统之建制，民国97年取得 ISO 14064-1温室气体盘查减量外部查证，再辅以三级品管 QC QA 管理，可达到管理上最佳之效益。为使全民共同参与监督，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定有民众协助监督新北市各焚化厂营运实施原则，并成立公开阅览室，设有网际网路及陈情专线，务使焚化处理资讯透明化，减轻民众对焚化厂的疑虑。此外，本厂亦在三家火车站附近架设于厂内24小时连续监测设备连线的
空气品质即时显示看板，让民众能够随时掌握烟囱的最新排放状况。本厂民国96年获得经济部颁发参与能源产业温室气体盘查验证推动计划建立示范及参与能源产业环境会计账制度建立示范之奖状。95及98年分别荣获第15届及第18届中华民国企业环保奖，96年度荣获环保署评鉴优等奖，98年度荣获新北市市长核定本厂为新北市树林低碳推广中心，98年荣获环保署垃圾焚化厂查核评鉴特优奖，98年荣获行政院劳委会优良公安单位奖，99年荣获行政院卫生署国民健康局职场自主认证及健康促进标章，99年度荣获卫生署国民健康局颁发绩优健康职场年度行业特别奖，99年荣获环保署垃圾焚化厂查核评鉴优等奖，100年荣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金擘奖，100年荣获环保署垃圾焚化厂查核评鉴特优奖，101年药动药健康职场健康体重管理龙腾虎药第一名，101年通过2010年度 PAS 2050外部查证，101年荣获新北市政府环境教育奖机关组优等，101年道路认养成效考核特优，101年荣获环保署垃圾焚化厂查核评鉴优等奖，102年道路认养成效考核特优，102年荣获第3届新北市公安奖特优，102年荣获环保署垃圾焚化厂查核评鉴污染防治落实奖。本厂营造具有省电节能、绿色交通、能资源再利用、低碳生活新经营理念之焚化厂，实施温室气体盘查，订定节能减碳短、中、长期措施，预计1年约有24800公吨 CO2 当量之节能减碳成效，并进行碳足迹之盘查，并经第3公证单位认证。除原设计的由垃圾焚烧回收电能之外，更积极朝向售电以外的售碳目标努力，也秉持对环境友善、朝向永续经营的目标迈进。本厂配合新北市为善尽地方政府减缓温室效应及推动节能减碳之责任所成立之新北市地区低碳推广中心，积极开班提供新北市市民取得低碳知识，同时为地球抗暖化尽一份心力，打造新北市为优质的低碳城市。盐焚化厂后山延伸约360公尺至掩埋场，登山步道约30至35公尺，设置绿能 LED 灯，使用风光互补型能源，电源由小型风力发电机与小型太阳光电板自行发电供应电力，设置水资源回收池做喷灌植栽用水，利用再生木头设置2座凉亭，设置安全标章体检设施，人行步道采用透水砖，灌木植栽选择适合种植且具吸收温室气体碳汇之树种，焚化厂地磅上方设置4000瓦传统型太阳能光电板，产生电力供地磅室使用，掩埋区设置3组共9000瓦锥日型太阳能光电板，10座共4000瓦小型风力发电，设置1组8000瓦薄膜型太阳能光电板。污水厂第2条云池上方及掩埋厂办公室屋顶
设置30千瓦太阳光电发电设施，供掩埋场、办公大楼及污水厂操作电力使用。我们相信，只要用心克服各种可能发生的污染问题，焚化是一种清洁燃烧的垃圾处理方式。借由先进的设备、优良的操作技术、完善的营运管理制度，以及全民共同参与监督，例行节能减碳，焚化厂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我们的好帮手。焚厂除积极处理垃圾和相关的污染防治问题，且全厂广植花草树木，减少扬尘，增加绿地面积，降低碳产生量。厂房全面彩绘树林区徽，开辟景观公园，砌石造景，设立联谊区、凉亭、遮雨棚，利用厂内的资源，除岁休期间外，全年开放民众入场参观。我们做这个垃圾在泥里面做资源回收，也是所谓节能减碳的一环，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有推出这个课程。为宣示政府的环保政策及回馈乡里，举办各种敦亲睦邻活动，不定期带领厂区附近里民一起参访厨余利用示范，配家电回收工厂，办理节能减碳宣导，回锅油焦作，垃圾变脸再利用，环保圣诞树，环保灯笼，绘画比赛，学童夏令营等，让参与活动民众环保观念深耕，及落实环保署公告节能减碳十大无悔措施，期许本厂未来可以成为兼具地方特色的绿能环教休闲中心。经过多年厂区绿美化的努力，本厂已经成为一处鸟叫虫鸣与自然亲近的好地方。走一趟树林焚化厂，你可以发现边坡旁有结实累累的艾玉，林荫下有群聚成丛的羊齿蕨，树丛间有乱窜攀附的牵牛花，土墙里有探出头来的原生铁线蕨。春天以后，杜鹃花开得灿烂，昆虫纷纷出笼，白纹蝶、凤蝶、天鹅、螳螂、金龟子、瓢虫、锹形虫、独角仙等等常在此地出没，百家争鸣，好不热闹。夏天的仙丹红似火，蝉鸣悦耳，鸟类聚集，三不五时便有白头翁、斑鸠、燕子来放，即使到了冬天，依然是满场翠绿，生意盎然。厂区周围的水沟里还有蝌蚪、五锅鱼、溪蟹、溪虾、大肚鱼、台湾石斛等等，白鹭鸶偶尔还会飞下来吃鱼呢。树林场里还有更多叫不出名字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下次到访可别忘了抬头望一下树梢，低头留意一下脚边，您将会有美不胜收的感觉哦。你知道吗？我们今天随手丢弃的铁罐，500年后还是会存在地球上。还好，我们每天制造的垃圾当中，大部分都是可以回收的。垃圾如果不分类，很容易造成焚化炉炉体故障，降低使用年限。相反的，如果我们将垃圾确实分类，不但焚化炉的寿命可以延长，还可以回收资源再利用，更能够达到垃圾减量、节能减碳的目的，可以说是一举数得呢。
自从民国1995年元月1号起，新北市开始实施垃圾强制分类，共分为一般垃圾、资源垃圾及厨余等三类，并于1999年底全面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敬请民众全力配合。其实垃圾分类一点也不难，只要在家中多放个垃圾桶，把资源垃圾放一边，一般垃圾放一边，厨余则沥干倒入厨余桶中，等垃圾车来的时候，将一般垃圾倒入垃圾车中，厨余再倒入垃圾车厨余桶内，资源垃圾则交给资源回收车收集，你就满分咯。为了我们后世的子子孙孙着想，从现在就从自己做起，不要有差我一个没什么关系的想法。如果大家都身体力行，自我要求的话，我们的地球会更好。午夜12点，中央控制室里仍旧灯火通明，值班人员正聚精会神地操控着烈焰熊熊的火炉。这里一年365天，无论风雨，不分昼夜，全年无休。树林垃圾焚化厂已经走过了10多个年头，10多年来见证了树林地区的发展，10多年来每天都有一群兢兢业业的五名英雄在此无休止地为垃圾焚烧发电工作付出心力。在偌大的厂里忙进忙出的工作人员，他们辛勤的背影其实就是环境品质与温室气体减量的保证，我们以他们为荣。而我们的明天相信有他们的存在也会变得更美好。